我的天啊，你们玩过这种一泡水就会变大的派大星吗？有人把它剪开，居然在里面发现了黄金派大星纪念币，太神奇了。不会吧，不会吧，不会有人真的相信派大星里面会藏着黄金钞票吧？喵姐，喵姐，我捡到了五个泡水会变大的派大星。你怎么知道？我记得说他呀。你太 out 了吧，这个视频我早就发现了。这五个派大星可难买了，幸好我认识了小卖部的老板才给我留着的。小刚，我怎么觉得你又高大又帅气呢？分几个给我玩呗。好吧，那就分你一个。小气，我相信只要运气好，一个也能猜到派大星黄金纪念币的。先把你撕开。哇哦，跟我的手差不多大呢，不知道泡在水里会不会变成很大呢？来来来，泡下去，捏一捏，哇，好柔软啊，超级的舒服，已经泡大了。对比一下，哇，完全是喝饱水的派大星。你们来猜一猜，这个会不会猜出黄金纪念币呢？来咯，剪剪剪，看一下看一下，嘿，啊，不会吧，里面居然什么都没有。哎呀，我里面的是空的，怎么什么都没有找到？都说你背啦，还浪费了我一个派大星，还是看我吧，我选你。你笑得这么开心，一定藏着纪念币，下去洗刷刷喽。这个派大星笑得更甜了，让我来剪你喽。看看你肚子藏着什么？哦，怎么什么都没有呢？哎，不知道是不是被老板骗了，什么都没找到。还说我，你不是一样？看一下，我帮你找一个吧，把你放进去。洗澡澡喽，小伙伴，你觉得我会抽到派大星纪念币吗？觉得会的给我点个赞。哇，你们看我这个派大星长得好胖哦，把你的水都挤出来，摸上去真的很舒服，你这眼睛水汪汪水汪汪的，太可爱了，我来笑你下手了。长得这么大一定会藏着宝贝的。哦，我傻了，我真的找到了，看一下看一下会是谁。哦，章鱼哥，怎么会是你？不过这到底是幸运还是不幸呢？我竟然抽到了章鱼哥，真的太失望了。都被你抽到，你知足吗？让我给你抽个派大星纪念币。别看派大星身材小小的，泡大之后肚子装的可多了。寻宝来喽，开剪，我剪剪剪，来喽来喽来喽，见证奇迹的时刻。哇哇哇，是海绵宝宝耶。喂，看一下，哎，原来是全家福，让我看一下，哦，是蟹老板，章鱼哥，你好，我是蟹老板。谁是章鱼哥啊？咱们还不是一样，一人抽到一张黄金纪念币。嗯，有第六感，下一个猜出来的必定是派大星。当真？小伙伴，你觉得我会猜出派大星的，扣我一。猜不出的就扣我二。让我看一下有多少人是站我这一边的。站我这一边的多一点。小小的派大星太可爱了，你们喜欢它吗？来来来，咕噜咕噜，喝水去了，已经泡好了。好了好了，最后一个希望就看你了，万众期待的希望里面真的会有黄金纪念币。派大星，派大星，派大星，哇哇哇，有有有，真的有耶。哦，你们猜一下他是谁呢？真的是派大星，我真喜欢你了，金光闪闪的，你看海绵宝宝也在里面。整个整个，哇，我真的抽到派大星了，你看我太幸运了，而且我有两张黄金纪念币。我也不差，我也有一张，谢老板。小伙伴，你们最喜欢海绵宝宝里面的谁呢？喵。